人。小西君长得哪个强呀、啊？有本事啊，哈哈哈哈哈呀！今天的买卖好啊，这财星要到账。被告人叫柴米啊，他是内黄的金钱包。我做梦又把这个，这小子就死不开交。今天咱送货上门啊，哎呀，我可不能把他请啊，最少的二百两，少一千用半个敲。这个哥哥你提神吧，文官说不睡觉。三声公文做大堂，宣传北岗。